继续来看南部的大学嘛，是全面来防疫。嘉义的中正大学确认无发烧者，当入去校园。啊，若上课拢爱点名，他来掌握着学生实际到学校的状况。另外，台南的新台规定师生拢爱带学生证，也则是教师职员证，才当入去学校。嘛，详细来调查学生的旅游史甲接触史，全面来提升防疫的规格。还没有学生证。无做学生证，都爱填关怀问卷，详细调查旅游史、接触史的资料。老师无做教职员证，嘛无都进入教学大楼。好，我们这个关怀问卷史跟我们的旅游史，我们都学校有网站，我们有找个 QR code， 那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马上填写。门口除了量体温、酒精消毒，入去教室内面同学之间嘛要保持距离。台专二校今仔开学，台南新台规定，上课之前先翕相，确定同学位置，还有疫调的需求，方便校方调查同学之间的接触史。该做的，对啊，还是要做，虽然有点麻烦。不过，这款的方式，部分的同学讲，以后上课都袂当搁再请朋友帮忙代点名。同款在嘉义中正大学，除了基本的防疫措施，学校嘛专门落实上课点名制度。我要点名，然后才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翘课就不能翘课一样，这样。比较不能够缺席就翘课，但是我觉得在非常时期，大家应该都可以谅解。过去当请同学代签，即卖校方为着防疫，全面规定老师亲自点名，提升防疫规格，嘛让同学无理由搁再偷走学。